好像叹气，抬头空空，一台无趣，只有放在热地电视机。穿上善良的新衣，放轮机飞车冲出去，节奏冲撞我的心，追梦我最新。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。在舞台。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。不要等待，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镜头，只有我能坚持到头。我的世界不需要别人来懂，我自己的感动。怪天怪地怪东怪西怪星座，永远只能在原地停留。我的梦想长了翅膀往前冲，谁都挡不住我。梦想是一种表态，快乐是一项专才，抬头挺胸把勇气装满你口袋，无人能挡停不下来，油门加快，只要嗨你要 fly into the sky。 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自己的舞台。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不要再等待，畏惧别太畏惧，不然手里的战场还好像看。抬头空空，一台无趣，只有挂在热地电视机。穿上善良的新衣，放轮机飞车冲出去，节奏冲撞我的心，追梦我最新。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自己的舞台。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，哦哎哦哎哦，哦哎哦，不要再等待，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镜头，只有我能坚持到最后。我的世界不需要别人来懂，我自己的感动。怪天怪地怪东怪西怪星座，永远只能在原地停留。我的梦想长了翅膀往前冲，谁都挡不住我。谢谢林俊颖。小俊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哇哦 ！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听见大家的呼唤的声音了吗？张家口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是第一次来到张家港吗？是啊，张家港。张家港，我知道你马上就要开始筹备自己的演唱会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其实。最近还蛮忙碌的，因为也刚刚拍完一部电影，那部电影的片名叫做《假如我是你》。哦，我能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剧情吗？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是男女主角因为一次的相遇，然后灵魂互换。灵魂互换、啊？是的，还是挺期待的。你就在一个变成一个女孩子，变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去体验对方的一个生活。哦，让大家拭目以待。对，那今天还有什么歌曲要送给大家？接下来要唱一首比较健康的歌曲，然后呢，也是跟蔬菜有关系的。大家知道什么歌了吗？对不对？没错，就带来这首《芹菜》。掌声有请林俊颖。会不会唱 ？OK， 带来这首《芹菜》。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，阳光从清晨窗户洒进来，我从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，冰箱只剩一颗芹菜没早餐，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，爱能不能永远一半一半，所以我学着释怀。当我开着冰箱看着芹菜发呆，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。Oh,
怎么会想爱也像青菜，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，滋味却不算坏，咬一口回忆，把你存心里，失去了感情没有情，不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为什么，爱也像青菜，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，还要抗自然，勇气像海面洗干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。阳光从清晨窗外洒进来，我从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，冰箱只剩一个青菜，没早餐，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，爱能不能永远一半一半，所以我学着释怀，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，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，不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，爱也像青菜，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，滋味却不算坏，咬一口回忆，把你存心里，失去了感情没有感激，不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，爱也像青菜，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，爱要抗自然，气象海面洗干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。哦，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，爱应该像青菜，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，滋味却不算坏，咬一口回忆，把你存心里，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情，不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，爱也像青菜，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，还要去抗自然，勇气像海面驱赶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，曾经相爱，曾经相，曾经相，曾经相爱。谢谢，很高兴可以跟着电影之歌来到张家港，你们开心吗？哦，谢谢，还有话，可以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其实这多年来也拍了许多的电影，从最早的《旋风小子》有没有看过？然后到这几，到最近其实终于有拍过很多什么《九尾狐与飞天猫》啦，然后《狼》啦，刚刚也说了一个《假如我是你》，那当然最近还在拍一部马祖成的一个赛车电影，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去看好不好？好的，接下来带来我出道的一首成名曲，跟一个数字有关啊，你们都知道，跟十七有关，是什么歌曲？你们说？没错，带来这首《十七岁的雨季》，谢谢。你们会唱吗？哪边唱的大声，往哪边走，好不好？让我看看你们手上的荧光棒。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
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。来这边的朋友，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你们唱好吧。听听看这边的朋友唱大声好不好。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林志颖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。好，朋友们，再次感谢小旋风给我们带来的朝气和活力，掌声送给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说一说张家港。张家港呢是黄金口岸，宜居的典范。那么张家港其实对外开放的程度呢是非常高的，比如说。